这是这儿最大的超市是吗？哎，哦，他们我听说他们这儿有个大姐很厉害的。黄老师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啊，好，哎，你好，这回熟了，你看，是是是，刚学完头，欢迎你们再次来到密云县新城的镇陶家路村丽银商店。 哇！播出之后不一样了。来了，我谁也不认识，你说这面子我要给谁呀？时间太长了，不见面，所以把你忘了。这么一段啊？真不错。我们看看菜，买点菜啊。买点菜。哎，那个百合，你去选一个你想吃的东西。姐姐，你要吃什么的就拿，没关系。鸡蛋咱家里有没有啊？鸡蛋家里，你要做蛋糕啊？对不起。 这鸡蛋，咱买俩鸡蛋。老板，老板，有生日蜡烛，生日蜡烛的彩色的，没有啊？着急用吗？就是对，那个白百合，那女孩是不是？但我不想告诉她。哦，那一个惊喜。啊，对，这是我儿子过生日的时候剩下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能给我们一根？远吗？家里远吗？不远，就一根就行。对，有一根就行。谢谢，好吧。但是我也有条件的。